歷史上香港一個漁港啦，養珍珠係香港嘅海洋歷史文化遺產嘅一部分。咁希望可以活化翻呢個養珍珠嘅行業喺香港，亦都利用到香港咁多本地空置嘅魚排，幫漁民去增加個收入。咁啊，增加收入除咗賣珍珠以外咧，用珍珠或者本地出嚟嘅珍珠貝，我哋做一啲手工藝。亦都因為咁啊，邀請到浸會大學嘅視覺藝術院嚟一齊參與，睇下會唔會我哋設計到啲本地嘅產品係用本地嘅珍珠或者貝殼出嚟，希望推廣翻本土嘅產品同埋本土嘅設計。打開本身就係咁樣嘅。